宇宙飞行员从遥远的空间回首眺望，地球上一切建筑物无影无踪了，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长城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辉煌标记，是历代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长卷记录。 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四天，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南线决战的胜利所震惊，企图将华北的60万军队海运南撤，投入淮海战场，或用于长江防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跨过古长城，会同 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主干部分。至平津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我不知多少次有胆不公，从没有雨天来过。今天很幸运，我副将军一同看到了太和殿乾隆出水，真可谓金谷奇观呐！有机会陪同大使先生走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笑>好，请。 只有站在此地，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至高无上。嗯，设想，退回到明清，我作为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许应该在这里递交过书的。<笑><笑>不过，在太和殿建成355年以后，美利坚合众国。 才宣告成立的。<笑>好，请。副将军，我再一次提醒你考虑，把华北国军撤退到山东沿海，留驻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会和将军直接联系的。大使先生，我 已经说明了，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我不能不听命于南京啊！<笑>我的老朋友，我原以为你不善于外交辞令，看来我错了。<笑><笑>见笑，请吧。
主席，东延先遣兵团已经抵达冀东了。哦，我想可以要他们在玉天、蓟县、散河地区隐蔽待命。好，这样可以向几个方面集中，主要威胁北平。中央社华盛顿转电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西太平洋舰队继续留驻青岛，并采取步骤支持华北方面之中国军队。看起来，美国人是打算直接扶持傅作义了。倒也好，让傅作义有恃无恐，我们欢迎啊。副总司令没有吃好吧？请再用一点。谢谢，吃好了。我这里吃饭过于简单随便了。多谢总统，这是最高的礼遇了。有人说，为人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虽官高为贤，成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也只能做愚公罢了。这种议论实在是不负责任呢。你已将平津方面的部队南调，加入中原战场，足见总统猫身既远呢。不过事关战局，我私下里的一点见解也不敢隐瞒。在我看来，固守平津是全策，退居江南为偏安呢。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徐蚌战场共军投入了两个野战军，若平津有事，东北共军长驱南下，徐蚌方面就将有共军三个野战军了。医生啊，林彪部队已达80,000之众了，加之华北聂荣臻部，这个压力要哪一个单独承受，都不是轻易的事嘞。我估计东北共军需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平津方面大的战事当时在明年开春之后，这期间我可以再扩充20-50万部队，可以加固金塘60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系统。况且还有太原严司令长官大力协同，对付林彪、聂荣臻，虽不说是多么的宽裕吧，也不至于让总统过多的忧虑呀。总司令，总司令，啊！总司令，怎么样？蒋先生调动各路人马促我就范，结果是，我把蒋先生说服了。我们一直为您捏着把汗呢。说来说去，蒋先生还是舍不下平津华北。没想到他这么大方，亲口应允我三条，把华北党政军和经济全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全都交给了我，可以扩编部队，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我答应蒋先生了，放弃插绥，逐步转移到平津塘方面，
确保金汤，这样可攻可守可走。爸，您回来了。哦，油面卷儿。哦，羊肉哨子。爸，听说南京老下雨，您身体还好吧？还好。冬菊啊，陪爸爸去坐会儿。哎，我自己来。东爵，在那边你有认识的人吗？哪边啊？那边。抗日的时候爸爸在那边不是也有几个朋友吗？你认识的人可靠吗？你还年轻，我怕你上当，怕你碰上军统啊。爸，我都24岁了。我想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真的。我试试吧。毛泽东先生，我赞同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不要用笔，用这儿记。傅作义从南京回来，兵力部署上做了调整，东起滦县，西至采购部，沿着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看得出来傅作义用心良苦啊，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可以向西
退缩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川逃之夭夭。傅作义给我的电报里说，元将所属600000军队叫毛先生指挥，见他的鬼哟。如果敌人退走，当然可以不战而拿到平津，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还是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平津解决了好。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而无后顾之忧，二则呢，没有傅作义的几十万人，蒋介石很难组织长江防线，直接加速了他的崩溃。但靠华北部队留不住傅作义，还是确定冬夜提前入关。林彪他们觉得困难很大，总是想着要休整一段时间。嗯，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批准了人家休整一个月的计划。淮海那边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平津这边的敌人随时有可能南撤，冬夜要提前行动，越快越好。丧失了时机，我们要犯错误，是历史性错误。冬夜要尽快入关。我看是不是先要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攻击桂绥，以免刺激傅作义决策逃跑。嗯，还可以征求湘黔同志的意见，暂不攻打太原。嗯，好的。冬夜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准备，就全军出动。好，就这样定下来。桂绥那边放一放，太原也立即停止攻击，电告许湘黔。湘黔湘黔，这一下偏偏不能湘黔喽。好了，你看看。河山三遍没有出入，可以了。没想到小时候学了几下珠算还没忘。报告。请进。邓大姐。赵副主席。来来来。赵副主席
这是改印的人民币样品，请你审定。哎，来来，请坐。啊，坐嘛。怎么样？蛮好的，我看不出什么。我没有什么意见，请主席少奇他们看看。12月1号发行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已经通知下去了。12月1日起，各解放区原有货币一律停止使用。周副主席，主席请你去一下。好的，我就来。你告诉杨立三，你一份电报给李富春同志，同意先发50万银元给东野。好，林罗溜来电，东野23日出发进关。哦，提前了。原来构想，1949年1至6月夺取平津，现在提前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解决问题。你觉得这就可以了吗？嗯。哦，我是说停止攻击太原，归绥保定，是不是就能把傅作义留下来呢？我也在想，东野主力入关，不可能保密太久，傅作义一旦发现，很可能会不顾一切的从汤谷南撤。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华北杨成武、立田欢兵团又随东出发，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吸引北平敌人西援。杨洛庚兵团又扶平、曲阳，同时向北急进，切断屏障线。东野先遣兵团呢，现在蓟县一带。随时准备投入，可以由程子华、黄志勇统一指挥屏障作战。嗯，杨礼保卫了张家口，傅作义很可能要丰台的35军去解围。35军是傅作义的看家机动力量啊，那就最好不过。我们在屏障线上，如果能抓住傅作义16个师以上，就真正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傅作义想一走了事啊，哼哼，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喽。家口2年了，整整2年了，老子又回来了。舍不得让我走啊！啊！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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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你看。总司令，给你的准备时间太紧了吧？35军随时都能出动。好。啊，这家伙，昨天把个邮政局长给咬了，你看，刚挠的。总司令喜欢，就带他玩几天吧。你真舍得。好，你从张家口回来。我立即奉还。林彪的部队一两个月内还不可能进关，共军进攻张家口不过是个局部行动。我已经命令104军进至怀来，16军进至昌平、南口，趁此机会首先击破聂荣臻部，然后迎战林彪。总司令放心。啊，黑虎，陪总司令啊啊玩几天啊！好，司令，军委急电。哦。现傅作义部35军既已西进，你们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歼灭该敌。立即发报，通知各纵队。好。好。马上发出。是。出发。有情况，急电。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共军什么部队？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番号？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共军向北平伸手了。命令35军立即撤回北平。军长，总部干嘛这么着急让我们赶回北平去啊？总司令是怕我们吃亏吧？有多少只羊啊，还怕赶不到圈里去？知道了。35军已经突破12旅第二道防线，杨老耿的主力还没有赶到。
这里要是守不住，三十五军就回到北平了。给杨洛根发电报，催。好。周副主席，主席在雪地里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怎么说他都不回来。主席，多好的雪啊，没有引起主席的私兴吗？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这样陪主席站着。故意喘这么少，哄我回去是不是？我不回去，我要骂人。哎，骂人会屋里一样骂吗？杨立兵团这么一回事啊？对军委的命令置若罔闻，没有切断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把部队摆在铁路两侧，让三十五军来去自由。杨洛根兵团主力，这日夜兼程赶上来啊。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三十五军跑回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还有陈黄兵团，谁叫他们前为部队打密云的，惊动了傅作义，岂有此理。还是回屋里去吧。话讲得很重，看样子主席发脾气了。进保安去了，张参谋，等一下慢慢说。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去了。不好，下花园距新保安只有15公里。马上给12旅发报，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三十五军，一定要坚持到主力部队赶到。是，等等。同时，给各纵队发报，要他们加快速度前进，拿出不要命的劲头来。强行军，电台联系不上的，骑我们的马，分头通知。是。命令部队下饺子。
做司令员，政委，是不是要发个电报啊？向毛主席解释一下，我们的情况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开始，我们收到电报太晚了，而且只有两条路，八个旅根本走不开啊。再加上部队在行军，命令传达不下去。困什么困难？备注：三十五军。你好，我好，大家过年。放走三十五军，哭都叫你找不着坟头。每一个旅，把三十五军组织在新保安一线，为兵团主力争取了一天两夜。了不起，了不起呀！北平至绥远一线，
本来是那样偏远沉寂，一时之间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中心。从12月8日至11日3天之内，华北第二兵团击退了敌人东西夹击，将35军牢牢围困在新保安城内。华北第三兵团英勇截击，完成了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东野先遣兵团迅即赶到平张线上，消灭了敌16军和104军大部。由于平张线告急，又迫使傅作义将驻守天津塘沽的蒋系部队3个军调往北平附近，并慌忙把他的总部迁往北平中南海。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各部，又拖住了蒋介石系统各部，造成了平津战场极为有利的形势。那天，眼看35军要逃回北平，我们把三个兵团骂得昏天黑地。现在，没有一个态度啊，不好。喝点词句，要热烈一些。当时的情况够紧张的。傅作义的104军拼命接应35军，2军相距只有4公里。杨罗梗腹背受敌，硬是给顶住了。我早就见过嘛，天塌下来啊，有罗昌子顶住。杨得知、洛瑞卿他们只会很得力哦。是的，坐。恩来，杨立、程子华指挥也好，三个兵团打得都好。是。姓李，我都做了交代。作为南侧行动的第一步，要医生立刻把北平方面的部队转移至天津塘沽。第二步是尽快组织上船。天冷了，海港要封冻了。是。你几时可以动身啊？给我3-2天，做一点准备。准备什么？明天就走。是。赤臣，这件事办下来，你功在党国。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过，共军在新保安围着35军，在张家口围着11兵团部和105军，都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怕他难以弃之不顾。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如果徐永昌的话没有讲出口，是那样的，如果对方迅速把新保安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也许才会清醒一点，下决心把平津部队撤下来。周副主席啊，华北二兵团提出尽快向新保安发起总攻，你的意见呢？杨罗梗手上有9个师，打掉新保安的35军，应该说是有把握的。我看。不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握。
东野主力刚刚到达丰润、玉田地区，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交通，控制不了出海口。这种情况下，你打掉新保安、张家口，等于逼迫傅作义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电赴杨罗岗。好，不能动，要等候命令。嗯。哦，主席，老总啊，你们不参加完婚礼，人家会不高兴的。哎，我们是向村长请了假的呀。啊。来来来，过去所需哦。来来来，你们来。我这里还有哦。嗯。来，老子。你看你看，果然是的。所以我急着跑回来，我就晓得完成了包围，他们就耐不住性子喽。哎，眼下塘沽港还不到逢冬的时候吧？今年天暖，怕还要半个月20天才结冰。傅作义向西安、郑州、徐州方向撤退，或是西去渭水，都不大可能。如果向青岛逃跑，我们可以在济南附近截住他。现在怕就怕的是他从塘沽上船呐。刚才我们还在讲要向部队打招呼。看来有必要做硬性规定，从今天起至12月25号2星期内对新保安、张家口围而不打，让傅作义不好一拍屁股就跑喽。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只是从战略上把他们分割开来，不做战役包围，待整个部署完成以后，从容攻击，逐个歼灭。围而不打，隔而不围，要请各部队体会一下。需要电告林罗溜，动员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一定要在2个星期内穿插到位。林彪、罗荣桓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命令，一方面在沈阳发表新闻、讲话、照相，造成全军正在庆功休整的假象；一方面紧急动员部队，立即结束休整，于1948年11月23日起全军出动，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70余万人，加之随军民工15万人。汇成一条钢铁巨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冀东平原，后尾还遥遥甩在锦州、沈阳。Yeah.
快点撒，快点撒，你把这提进去。经理，你看看，怎么搞的嘛？到现在还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他们也是刚到的嘛，啊！你们继续搞，继续搞好。是。葛宗，今天到达什么位置？左路九纵，占领唐山；七纵，进至北唐；八纵，到达香河；中路六纵、十纵，正向廊坊、安定攻击前进；三纵，攻占通县；华北七纵，进至丰台、黄村；右路十一纵、五纵，从廊坊、清河向北平西郊前进，其余各部待报。随后跟进的，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不必绕行冷口，直接走这里。山海关。我看可以，林总。军委要求我们秘密进关，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命令跟进部队走山海关入关，直插天津、塘沽。卢沟桥建于11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流连于此，对这座古石桥的工程宏伟和建筑艺术的精巧惊叹不已。1937年7月7日，英勇的第29路军正是在卢沟桥头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经过卢沟桥赶赴平津前线，与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会合。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10日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平津战役。聂总，你好，辛苦了。你好，聂总。聂总，亚龙。你好，聂老总。你好。啊，请，请。你们出关的时候不过11万人，短短的3年时间，回师关内，率大军近100万之众啊！难怪主席讲，林彪现在肥得厉害啊！你看我，肥得起来吗？我们出关的时候，11万部队。还不都是各解放区抽调的。聂总，晋察冀前前后后划归东北的部队有多少，要仔细算才算得清楚啊。请啊，请啊。叶老总，是你呀。哦，我带来了地下党绘制的天津城防部署图。
司令。啊。司令。李处长，找我有事吗？我能不能和您单独谈谈？来吧。司令，请准我三个月的假，回上海治病。李处长，此时此刻，你要离开天津，如果有人告你个临阵脱逃，我无法替你说话哟。我有医生的诊断书。你应该知道啊，前几天我的参谋长严家浩私自逃往上海，我一个电话，他在虹桥刚下飞机当即被宪兵逮捕。对，这我知道。不过我还知道，毛人凤一个电话，严家浩无罪开释，并转到飞往昆明去了，对吗，司令？来人。下了他的枪。把他押下去。送南京。法办。杜市长来了，请。司令，杜市长来了。陈司令。杜市长，请坐。你都看到了，还没有听见炮响，就有人要溜之大吉了。剑山兄，话我已经讲过了，又来啰嗦你，请不要见怪。总统派国防部次长李吉兰携他的亲笔信来天津，就是命令，不能违背。你何如就遵命撤到塘沽去呢？其实也简单，李吉兰不是说可以给你个军方名义，由你把部队带到塘沽去吗？解山兄，时至今日，就不讲这些气话了，好吧？副长官从兰州调我来的时候，讲得清楚，北平天津一体，这个时候把天津的部队调往塘沽，无疑是釜底抽薪。我和傅先生交往多年，我做不出来。金塘这边的62军、92军、94军一耙了，全调到北平方面去了。天津，你守得住吗？
天津要占到房屋瓦瓦，地无净土。总司令，您找我？嗯。晚间，我宴请徐永昌部长。都安排好了。去那边的人选定下来没有？《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我已经请过了。他答应做您的代表。这人有个好处，他没有官方身份，一旦传扬出去，也好有个掩盖。嗯，另外，想请李藤九处长的堂弟李炳全陪同前去，他会起到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就怕您不认可。是共党地下人员吗？是。东野右路过重，在十七日已经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进逼德胜门，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中路攻占廊坊后，于二十日进至宝坻，割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左路十九日由军粮城渡过海河，二十日攻占咸水沽，完全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路交通。现在，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了。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他的谈判代表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苑机场，放三十五军回北平啊，还提出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距离太大。傅作义又给我一封电报，说他相信我的政治风度如何如何之高，活见鬼哦。如果我不同意他的什么华北联合政府，我的政治风度啊也就不高喽。百万大军堵在门口，还要和我们二一天作物，未免太浪漫了吧。他把夫人都送到重庆去了，还不是想打吗？看来是不打不成交哦。来一个掐头去尾，先把塘沽、新保安拿下来。被炸开了一个豁口，王团长，我是郭景云，用麻包裹堵，就是用人，也要给我堵住。
旗，东南角先登城了。命令炮兵严射击。是。Thank you.
司令员、政委，乡亲们都自动集合起来了，为咱们的烈士送葬。依照中共中央军委作战方案，解决了新保安三十五军，还是不打张家口，要等华北第二兵团以隐蔽行动突然打下归绥之后，华北第三兵团和东野第四纵队再攻取张家口，以避免归绥一带敌人退往河套地区，为而后全歼傅作义部队带来困难。但在三十五军覆灭的当天，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弃城，向绥远方向突围。解放军总部破译了傅作义的电报，于是对张家口突围敌军的一场围歼战紧接着就开始了。打响了，打响了，西电子和朝对外打响了。好，太好了，太好了，打响了。好好好，打响了，西电子和朝对外打响了。好，打响了。先生，司徒雷登先生来了。总统先生，首先让我祝愿您圣诞节快乐，
本来我打算去北平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过节日，终于还是决定和您，我的老朋友，一同度过这个夜晚。谢谢，我也祝愿大师先生节日快乐。我听说华北剿总傅作义上将有意推动局部和平，是这样吗？傅作义将军以守城闻名，中外皆知，他会坚守北平，坚守天津，确保华北。传闻北中西将军致电总统，主张与中共恢复和谈，不知是否可以证实？不过是李宗仁、白宗禧等人的一点小手段。要同中共和谈，首先必须排除障碍，也就是说，我蒋某人必须下野。总统先生，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议论说，蒋总统何不顺水推舟，主动隐退，就让李宗仁去和共产党周旋好了。请原谅，如果不是作为您的老朋友，而是作为一位外交代表，我绝不会当面讲起这一件事的。我并不感到意外。来吧，来吧。爷爷，爷爷。嗯，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好吗？爷爷，我要那个，啊，那个。对，就是那个。啊，给你吧。谢谢爷爷。哦，谢谢爷爷。谢谢爷爷。来。父亲。我和金国商量过了，由我带着您的亲笔信去北平。嗯，傅作义的王牌在新保安张家口差不多丢光了，他该清醒一点了。不过你不要提这事，言语不可伤他，只要请他迅速南来就是了。是，为国明白。你临时带一架飞机回来，我的天雄号座机留在北平，供傅作义将军使用好了。是，父亲。感谢总统先生，让我分享了您的家庭的欢乐。看，现在已经是25号了，明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圣诞节了。爸爸，祝您生日愉快。爸爸，妈妈让我祝您生日愉快。嗯。哦，哦，是的，是的。哦，来来来。哎，哦，啊，嗯，啊，照老规矩啊，你向爸爸祝贺生日，爸爸要给你钱才是，要给很多很多钱的。可是我呀，没有准备钱，就送你一件礼物好了。嗯。嗯，送什么好呢？哦，好，你看。嗯，去年就是一支红铅笔。是吗？嗯。嗯，明年你看，明年呢，我肯定有办法。嗯。谢谢爸爸。哦，好乖哦。慢一点啊！都准备好了吧？好了。哦，主席，
哦，林老，恩来啊，李吉生先生他们有消息没有啊？还没有，只知道川离开香港不久就遇上了风暴，我已经电告放放潘汉年同志，要他们注意查访。哦，这是分批从香港经大连来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名单。哦哟，各路尊神朋友齐聚哈尔滨呢。林老明天就启程了。哦，我请林老带上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草案，向先到达哈尔滨的各位先生征求一下意见。好，就请林老带我们远路奔波喽。这么多朋友来了，中央不去人迎接不好。我想等我迎到了各位先生，就该带他们进北平了。总司令，刚刚收听到新华社广播，中共某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列举出所谓国人皆约可杀的头等罪犯43名，第一名是蒋先生，第31名名单上第31名就是人们是带着对中国大地震撼的深切感受，迈过了40年代最后一道门槛的。蒋介石通过1949年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开诚相见，共谋和平。毛泽东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则指明，蒋介石谋和是企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毛泽东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傅作义将军明白了，他希望平津问题在全国实现和谈过程中自然解化开来，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再一次派出2名谈判代表出城。干什么的？
恩来啊，你吃你吃。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啊？这葱爆羊肉是不是有点膻味啊？我是说啊，傅作义发明了沾肠移交这个词，你觉得味道如何呀？坐。我觉得这个用词很独到啊。所谓战场移交，对他来说避开了头沉脚陷等等难以接受的用语。他答应下令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嘛。这是对方的一个大漏洞，不妨答应他一些条件，促成正式协议。可以考虑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在政治上给予相当的地位，允许他贬一两个军，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可以。主席啊，还是那个老毛病，哪盘菜离得近就消灭哪盘，哪盘菜离得远就原封不动。所以你要经常的调动调动嘛。等你调动好了啊，我也吃饱喽。你呀，好啊，恩来呀，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再想一想。好的。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是时刻冒着三个死啊。一是我秘密和那边接触，一旦事情败露，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二是我突然来这么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我的部下谁想不通，就要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三是共产党将来会按战犯把我枪毙。开出城外征边，北平的部队只要开出城外，那就由不得他们喽。傅作义和他的左右不至于那样缺乏想象力吧？他们会不清楚吗？要防止他们耍什么花样，借促成征边趁机逃跑，从傅作义的角度看不大现实。他知道我们会做周密防范的。恩来的分析有道理，傅作义总想让我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我们全给他堵死了，最后他也只好如此，各方面说得过去就是了。我看也是，适当满足他的条件，以尽可能实现这样一种不流血的方式为好。是啊是啊，张
达到了这个地步，也应该能找出别的一些什么方式了。将不流血，是流多了血，流够了血。如果对方却有诚意，不经流血，实现了协议，那应该说，是傅作义将军和我们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就叫做北平方式吧。那么，就告林彪他们，可以签订谈判纪要。要给傅作义定出一个最后期限，给他五天，限他1月14号5月24以前答复。可以，可以。要讲清楚，过了这个期限，我们就攻城，绝不允许拖延。以战争解决本来要简单的多，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我毛泽东不是一个肯让步的人呢。总司令，怎么样？怎么样？哦，这是谈判纪要，真危险。要不是周先生收藏的好，进德胜门的时候，就让李文的宪兵队给搜去了。这次见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谈判气氛很融洽。哼，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能不融洽吗？我完全是秉承傅先生意思办的。你坐吧。限定14日午夜以前答复，这是挨地没顿书。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然后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代理。总司令，这最后我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听候处置。
人民解放军是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和很少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投入战略决战的，而能不能切实保障前线需要，直接关系着平津决战的胜负。东北和华北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了，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支前网络，保证了大清河水路及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畅行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哪里跳动着。大家到前面看过的，塘沽一带地形太复杂，大兵团很难展开。我们建议改为先打天津，军委已经同意了，是不是？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已经到大南河145师师部了。好，你告诉王师长，先接待一下，顶多20分钟，我就到了。是。所以，塘沽方向部队暂时后撤一步。哎，李参谋，到。你让王师长转告参议会代表说，我出发半个多小时了，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这兵不厌诈，明白吗？啊，快去。是。请问王师长，刘亚卢将军什么时候到啊？大约还得一个小时吧。上次谈判讲好了的，1月14日前必须做出正式答复。傅作义一拖再拖，看来不打不成交啊！中央决定以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的实现，先把天津给它端下来。大家清楚了，我们打的天津卫，傅作义疼的可不止这一处。参谋长，来。报告。报告首长，部队正在制作渡河器材。抓紧时间，注意质量。是。磨蹭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参谋长。哦，参谋长。这是参议会代表肖老先生，对不起啊，韩老先生，李老先生，严先生，我紧赶慢赶，刘将军辛苦了，让诸位久等了，请请请请请请。车过宜兴府，老百姓啊，拦路告状，耽搁我好长一阵儿，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陈长杰部队一把火烧得光光的。哎呀，真是造孽呀，造孽。啊，请坐，哎坐，哎坐，请请请，您请，请坐。都请坐吧。路过杨柳青的时候啊，又耽搁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路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没出来。难为刘将军了，刘将军您辛苦了。是，过去。啊，请问几位先生，你们这次出城，是不是经过陈长杰的同意了？
是啊，是啊，是啊。陈长杰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为何不先走一步呢？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杰四天，在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司令，行。这一带结合部要加强夜间防卫。是。你们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可能设在杨柳青，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南面。侦察有误。今天市参议会代表回来说，刘亚楼坐车经过宜新浦、杨柳青，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和他们见面。这样计算下来，刘亚楼的指挥部是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那么司令认为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加之共军不断的用重炮轰击城北地区，那一面没有河流阻隔，便于大兵团运动。肯定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把151师调到城北去。151师调走，金汤桥核心地区就太空虚了吧？我决定了，151师调城北。主席，尚坤，你去哪里公干呢？啊，接收天津的一些外事人员集中起来了，我请尚坤同志带我去一下。哦，讲一讲中央外事组的一些要求和政策界限。那些同志去天津搞外事啊？张汉夫、黄华、张文进、徐大年几位同志负责。外交方面的事，不复杂的也很复杂。怕你要将许多条条吧。政策上中央已经做了15项规定，周副主席还交代了几条，主要是加强调查研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恰当。好啊，我走了。哎，等一等啊。陈云同志接受沈阳经验见报很好，要转发各中央局，请你先带一份朝见给黄京、黄克诚。啊，我已经给他带上了。
老师傅啊，辛苦了啊！首长您好啊，机车修的怎么样了？啊，您看这个车间，大伙正忙着呢。高主任在什么地方？高主任在那儿呢。啊，谢谢。啊，好，谢谢。班子，哟，陈云同志，你好啊。 怎么样，你这里拿不出机车来，吕正操同志的铁道总得司令可就不大好当了。组织工作和技术力量，是不是都发挥出来了？能上的都上了。据说厂长和总工程师还没有参加工作，是不是这样？照军管会要求，工程企业应当原封原样的接受，就职员照常任用。不过，我们这里对厂长和总工程师有反应。什么反应？ 群众说他们是三朝元老，老毛子时期、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一直当着厂长，当着总工程师，现在解放了。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我们另起炉灶，那我们就要到你的炉灶上来开饭。现在我们把沈阳国民党的炉灶给打破了，你不给人家饭吃，怕人家就要另起炉灶了。”啊。<笑> 首长，你们两位去哪里啊？东北局指示，要我们这里抽调两名得力的干部，到市军管会集中。哦，首长，派我们到哪儿去呢？接收天津去啊。是，首长再见。再见。啊，走，我们去看望看望厂长和总工程师，请他们今天就上班。好，走。 This is magnificent. It's so beautiful. Wow, really. The fire looks good. It certainly does. Very fine. Oh my gosh. Ah, 诸位，请坐吧。啊，坐吧。Oh, why? Thank you. Sit down. It's really nice. All kinds of windows. Y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Yes, and the lanterns. It's really nice. Look at the garden. Yes. It's beautiful. Very nice. Very nice. Ah, 好，那么我就开门见山了。Then I think I'll come right to the point. 蒋总统让我转达他的建议。President Jiang has instructed me to convey his proposal. 他希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将军立即派陆战队进驻天津。He hopes that Admiral Bergil will send his Marines to Tianjin immediately. 从青岛基地去是很近便的。It is within easy reach of the Qingdao base. Marines to Tianjin? In what name? 以什么名义? 保护美国侨民。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Americans residing abroad. 'll send your message to Washington, but I can assure you it's absolutely impossible. 我乐意向华盛顿报告总统的要求，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Why? 上月九日，杜鲁门总统曾发布命令说，美军必须留住青岛。On the 9th last month, President Truman issued an order which says American Marines must remain stationed in Qingdao. 并采取切实步骤。 以援助华北方面仍在与共产党作战的中国部队。An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assist the Chinese troops who are still fighting in the north of China. But that was last month. 那是上个月的事。Now, 30 days later, Washington has to re-examine this entire issue. 但是今天一个月以后，华盛顿不能不画一个更大的问号。Marines in Tianjin. What does that signify? 派海军陆战队驻军天津，这意味着什么？你不觉得这种自食其言的变化来得太快了一点吗？ They thought the changes made too rapidly. It sounds as if one was going back from his promise. Do you think the changes made too quickly?
请各位入席吧。Let's have dinner。请。医生老弟，很看重自己的历史，看重自己的名节。不过，为你老弟一个人，这千年古城打得个稀巴烂，恐怕你就不成其为抗日的名将，而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嗯，上灯。医生，不瞒你说呀，这两天我和共产党北平地下人员崔先生、王先生见过几次面。两位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要对国际变化抱幻想。美国人是最讲现实的，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报纸上讲，华盛顿已经把他在太平洋的第一道防线划定在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早就划在美国的防线以外了。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是要派出有资格的人士去谈判，就拜托老兄您带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医生看中我，我不好推脱。不过，你得给我交个底才好啊。我只问一句，天津你还守不守？我想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总之，天津是南北狭长，中间呈蜂腰部，来贴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分割为南北两块，收拾了它。可以，我看可以。总的原则定下来，我打算这样使用兵力：我们共集中五个纵队，34万人。你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和平门一线向前推进。你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为了给东西主攻方向以有力的配合，你以九纵及12纵34师组成南集团，以8纵、2纵一部在城北、杨洞，6纵17师为预备队。第一步在市内金汤桥会合，特纵炮兵坦克配属东西方向。等一等，总攻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杰司令部。好的，总攻时间定在14日上午10时。就这样上报中央。军委限令3天，你需要几天？
我不好讲。三品首长，48小时怎么样？嗯，好。嗯，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军中无戏言哦。我和陈长杰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那好，我们就上报军委。30个小时，嗯？啊，别别别，咱们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哼啊！就你的鬼名堂多。好吧，上报3天。嗯。哦，小廖啊，你坐坐。哎。现在已经14日了，主席。哦。给。我们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要一个价。让姜维元璋、李宗仁他们去盘算盘算好喽。傅作义也应该考虑考虑了。嗯，他还是先走一步的好。你拿去，尽快播出。好的。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这是邓将军，这是我们苏处长。你好，你好，你好。这是周将军。你好，你好。你好，请。啊，欢迎欢迎，欢迎。天太冷了，一路辛苦。有劳聂将军迎接，实在感谢啊！应该应该，请，请里边请。林彪、罗荣桓同志耽搁一下，他们请二位将军原谅。哦，请不要客气。啊。司令官，去地下室吧。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从共军的总攻动向看，主攻方向是东西两面，要来个拦腰斩断呐！司令官，走吧。如果共军截断了金汤桥，我军南北不能相顾，那可就是不是把幺五幺师调回金汤桥？晚了，晚了！快走吧，司令官。司令，李参谋长转达总司令命令，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件事告知二位，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上次会谈纪要商定，我方于十四日午夜作出最后答复。现在时限未到，贵方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与理不合吧？双方签过字的，要恪守信义。我们要求贵方立即停止攻击天津。邓先生，周先生，我想二位应该很清楚，上次谈判我们提出天津守军十三日前要开出城外，这是不能含糊的。我们不能跟着傅先生转圈圈，让傅先生牵着鼻子走。我再一次请求贵方收回攻击天津的命令。这个问题请不要谈了。Thank you.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的？三天。恕我直言，别说三天，三十天也未必。三十天打不下来，就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就三年嘛。我们有时间。工人纠察队的，来呀！哎，递我，来，走进来，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们了。来，我给你们带路。谢谢你了，师傅。哎，走，快，跟上，跟上。来，从这儿就能上去。上。还可以吧，真啰嗦，再给我装填，一个点一个点的敲。是。
开大学。你来看谁呀？解放军新骨了，我们这新骨了。哎，南开大学欢迎你们。哎，你们这不欢迎咱们的吗？对，这欢迎咱们的。哎，白先生，快看，你看，快给那还有，别吵吵。这是大学，咱们不能进去，得绕着走。都给我下来，快下来。给你们带路，不行，这是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同志，你们不怕，我们也不怕。对，什么事儿？连长，怎么的了？有两个大学生要跟我们带路。金堂桥怎么走？跟我们走吧。我们落手。那好吧，走。哎，等等，走，再见。小心点。南开大学吗？没错。文白、邓颖超都是在我们这儿念的中学。我知道，我们首长做战斗动员的时候讲过的。等我打完了仗，我也来你们这儿念中学，行吗？行啊，欢迎。中军龙便，快跟上！快！喂喂，共军打到了金堂桥，共军打到了金堂桥。我军完全被分割。喂，我军完全被分割，总司令有什么指示？总司令有什么指示？听见了请回答。喂，天津方面怎么答复？还是那句话。是，总司令说还是那句话。进手来！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苏处长，天津方面，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十点到今天下午三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陈长杰、林伟筹、刘云汉、邱宗鼎、杜建石为我军俘虏。打下天津以后，北平中统、军统活动更疯狂了。昨晚我们学委有两位同志被捕。九号已经通知我了。傅先生有什么举动，包括他情绪上的细小变化，第二天Xibaipo就能知道。这都一般是靠你了。你地位特殊，一旦有变，你的处境可就非常险恶了。我有思想准备。你的书籍资料还有电话号码要统统烧掉。好的。总司令，今天凌晨三点，何思源家爆响了两枚定时炸弹。什么？何家小女儿何鲁美当时就不行了，何夫人受伤最重，正在协和急救。何先生呢？头部受伤，倒是不很重。哼，郑介民，人还没到北平，手已经伸过来了。这是杀一儆百，对于推动局部和平的人，他们是不会放过的。东单机场。樊老总司令亲自迎接，不敢当，真是不敢当啊。哪里，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总统要我代他问候总司令和各位将军。感谢总统挂念，请。以生敌意，杨以党国全局为重，决心放弃华北，速转塘沽17兵团海运南撤。敌决帅各军全部经济南撤向青岛。中央以上由美国海军白居尔将军率舰队接运我军撤回南京，由敌接任东南军政长官，集中全力确保江南勿再延误为盘，将忠贞。我遵照总统的训示，尽快研究实施。那就好。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请问总司令。传闻
剿总有人出城与共军谈判？谣言啊，我本人也从不相信。如有，我一定查办。我愿意协助予以澄清，请总司令允许我查问此事。郑次长看需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看苏静这身打扮真像个商人了啊。基本协议有了，具体实施条款你方尽快指定专人和我们苏处长拟定。好的，周先生留在贵处，几位将军有什么意见请随时指教啊。聂老总啊，邓将军，不怕你笑话，实在没有什么礼物送你，这是配发给我的，留个纪念吧。哦，多谢多谢，这也应该算作谈判的一个成果呀。这次若是谈崩喽，聂将军送不送我这双靴子，那可就两可了啊。邓将军，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也已经是老朋友了。不过友谊归友谊，话还是要讲清楚。请转告傅作义将军，今天是16日，21日午夜12时之前，傅将军要宣布和平解放协议，公开表明立场，否则我军立即攻城。本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塘沽、绥远应当同平津问题统盘解决。天津解放以后，塘沽的第17兵团部和守军迅速撤退，说明他们的所谓统盘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那么北平守军出城整编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很难讲。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解决，同时积极准备攻城，又要严防敌人积极突围逃跑，动员主力已经做了部署，华北23兵团正向北平运动，接受北平要做集中考虑，成功部要密切配合，有关问题我们一并研究一下。刘能同志来华北局汇报工作，我们也请他来一下。哈，你请坐，请坐。林彪他们来电说，拿下北平有绝对把握，不过还是希望争取局部起义，那样进展更快，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古建筑。北平的同志对92军下了大力，92军。得到了17兵团司令侯静茹的同意，派人和东野三纵联系上，萧劲光同志和他们接了面。这个军的防区自右安门经永定门到左安门，好长的一段嘞。攻城的时候，只要他们让开一条路，就解决大问题了。是啊，还有，262师的师长向我们保证，打起来以后，他先打开安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傅作义的铁甲一大队也和我们约定，从前门火车站配合行动。崇文门、西直门的守军也和我们接头了。北平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好，敌军工作也有切实的成效，很不容易。在里边的王汉斌、崔月离、佘迪清几位负责同志很得力，傅东吉同志也起到了特殊作用，
担任敌军策反工作的主要是王苏同志。曾公布印的北平地图大家看了吧？东野部队还托人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绘了一幅图啊。梁先生表明了所有重要古建筑的位置都是必须避免破坏的。梁先生是梁启超的长子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有学问，有学问。哦，你看，他这张图上标明了潭柘寺，潭柘寺离北平很远，他还是特意标出来，还画了两个红圈圈哟。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嘛。请你当北平市委书记告对喽，你对北平最熟悉。一波同志、建英同志也一样。一波在北平住过好几处监狱，建英在军条处工作，就久住北平了。我这次建英是南人北旧，一位老广当北平市长。想委屈你一下，等打下广州再请你当广州市长。不要跑那么快，两条腿跑不赢哦。啊，将来还要经过各方面讨论协商。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建议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不会有人反对的吧？啊，当然，北平这个名字要更改回来，还是叫做北京号。对对对，北京人最讨厌改名为北平。对，还是叫北京号。北京号，这就难喽。山炮、野炮、榴弹炮，炮弹毕竟不长眼睛啊。这地图上的小红圈圈，打坏哪一处都不得了哦。你可以说，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傅作义承担。可留下的千古遗恨是再也无法挽回的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殿已告知你们，北平应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及各大学和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需要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去做。要是每一个部队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能够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回土立说，人手一分，当作一项纪律严格执行。为此，你们指挥部要和每一个攻城的部队确保畅通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步进展均需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上月17日电已告你们，尤其应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各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各位同我检阅首都军情，够疲劳的了，还乐意同我走一走。你们辛苦了。恩伯，总统，你接受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任命，统一指挥苏浙皖以及江西东部地区军事，长江防务，首都委屈，多要仰仗你了。我当竭尽全力，不负总统信任。本来我应当和你一起，和前方将士一起，同敌人死拼到底。看来我不得不离开南京，离开我亲手创建的首都，不得不离开先总理陵墓之所在地了。当年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由江西进兵祁门，四面受敌，万分危急，所有的幕僚都劝他撤退。他说此去一步皆无思索，他把自己的一柄利剑悬挂帐前，以示决心啊。如果南京有一天陷落，我只应以身殉职，死在中华门城楼下，才可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你们以为此时此刻我必定悲伤不堪吗？以为我必定有说不出的遗憾吗？不，我内心是不堪忍受的，是我此去死无葬身之所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实施条款，我方已经认可了，请傅将军早下决心签字。好的，请苏代表放心，我马上请示傅先生。是我，
没有挂断吧？他听着呢。那么，那么你就和崔先生代表我方签字好了。爸，现在，我再重复宣读一遍。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实施办法，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之和平，确保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并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建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建制，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可以了，别念了，听一遍就行了。行了，我们听够了。可以不念了。还念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了。知道了。翻来覆去的念。那么，以上18项及附件各条款，诸位同意不同意？请说话。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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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请问，你们报告总统了吗？随后要由电台发表公告，南京方面会清楚的。如果说打了败仗，无论惨到什么地步，我都认了。今天这样，我实在是，我怎么对得起校长啊？就对方而言，这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我方来说，走到今天这一步，自然不敢妄言胜利，一定要讲失败，那是我傅作义个人的失败。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你们愿意留北平的，我谢了。愿走者请把话讲明，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我说话算数，蒋先生留给我的天雄号就请你们代我奉还了。多谢总司令网开一面。多谢总司令。还有哪一位请举手。总司令说了，愿走者听便，不过诸位必须遵照协议各条款执行，保证自己部队不毁一物，不放一枪，不伤一人。诸位能保证吗？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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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进了北平，
主要先来这福佑寺看看，他在这住了大半年呢。毛先生在这里11919年冬，到现在已经30年了。哎，给您个小旗儿，您的，谢谢您，您的，谢谢。好，再见，谢谢啊。大哥，大姐，你们这次来，好好好，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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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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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给您个小旗儿，哎，来插上。 掌柜的，给您个小旗儿，先生，您的。谢谢您。爸。 冬菊，我要卸甲归田，回山西老家，或是去河套黄河边上找一个小村子住下。你。 愿意跟我去吗，爸爸？我一辈子都陪着你，无论到哪儿，我都不离开你。你累了，早点休息吧。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还要转，跑步走。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总部和所属部队全部开出城外。 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前后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而后，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积极奔走。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表现了应有的诚意。 于9月19日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随着平津前线隆隆的炮声。
为数达2000多人的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宣告撤销。美国官方人士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军事顾问团的使命已经结束。夫人你好，请坐。How do you do? So nice to see you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see us all. Thank you. Thank you. How do you do? Pleased to see you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quickly time goes by. We've been in China more than a year. And I guess we don't have too many happy memories. But as professional soldiers, we've gone through the climax of China's civil war, and we've witnessed the three major campaigns, Shenyang, Suzhou, and Pingjin. Those were certainly memorable experiences. I can remember while going up through the Yangtze Gorges, seeing the Chinese steamers pulled upstream through the swift current with the use of capstans, and Mao Zedong, by linking the three major campaigns, hauled his boat up through the floodwaters. It was impressive, really impressive. That's right. The three campaigns were so closely welded together that they form an unbroken chain. Gentlemen, gentlemen, let's join the ladies, so we can leave China in high spirits. Goodbye, take care.也就在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的当天，蒋介石正式宣布了隐退声明，将一个四分五裂、一国三公的南京政府留给李宗仁，悄然回到了他的故乡溪口。1927年和1931年，蒋介石曾两次被迫隐退下野，也不妨说他曾两次成功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现在是他第三次下野，他相信同样会有第三次卷土重来。他一方面做了退居台湾的安排，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92万两和白银外汇总计5亿多美元全部秘密运往台湾；一方面，在和谈烟幕下加紧江防部署，仍力图保有江南半壁。而报道说，蒋先生无官一身轻，每日只是流连于故乡的山林泉石之间。对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跨越长江天堑是早已在谋划之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
使实现这一长远战略意图的历史距离一下缩短到了近在举步之间。中共中央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领导军事职权，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雄师百余万直逼龙盘虎踞的南京城，直逼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域，堪称为一次历史壮举的大规模渡江作战一天天临近了。渡江的时间定下来了吧？军委确定10月13日。10月13日正是阴历3月16，通宵都有月光哦。大月亮下，第一梯队下水，无法隐蔽哦。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就谈不上了。要考虑，要考虑啊。这样好不好？建议军委推迟到10月15，阴历18。前半夜是月黑天就可以了。嗯，好吧。对，哎，这话过喽，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有功，现在又为人民立了大功啊。你好啊，你好，二位请吧。啊，请，好好好，请。一路上辛苦喽。来来，请。您请，请喝茶。哦，请原谅，我不会吸烟。哦，好。哦，恩来也没有这个不良嗜好。哎，你，哦，你抽起来啊，我就不鼓励喽。医生啊，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喽。邓先生也不是外人。1943年，你到延安住了20天，我们有过2次彻夜长谈，还记得不？终生难忘啊！因此，国民党开除了你的党籍。哦，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掉喽。医生啊，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我需要学习。医生主政绥远，在河套地区兴水利、办屯垦，很受民众欢迎啊。哎，只是治理河套。我想，怕不够傅先生办的。是啊，是啊。国家水利事业，还要仰仗傅先生指导哦。那就不敢当了。主席。你看。过长江的事，现在又啰嗦喽。涉及机密，我不便于看吧。将来的军事，还要请你参与啊。这个机密啊，其实
也是明白在哪里的，你们看见了，立宗仁先生的和谈代表和二位同济飞来了。我们既然同意谈判，过江的时间也就只好一等再等。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的好，部队唱着格子过去。 谈不好，开着炮过去。医生的女儿是平津日报的记者，她想随解放军渡江部队去采访啊。嗯，傅先生有一位好女儿啊，还很幼稚啊。不，傅先生的女儿，傅东菊，共产党员；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连云，共产党员；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 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共居住了9个月，零29天，在这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日至1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3月23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告别这个小山村，前往北平。今天我们要到那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紧紧赶考。但愿我们能考得好，至少要考一个及格。不及格。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号令400万大军向全国广大地域实施战略追击，最后解决国民党军残存力量，一面在绘制着即将矗立于东方地平线上的新中国大厦工程蓝图。经过数月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庄严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人们回顾革命道路。 坎坷艰险，在两种命运大决战这4年中，仅人民解放军就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又何止于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 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
献出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他们随着属于自己的年代去了，他们的身影投印在大地上，将永远不会消逝。如何？没有新的建议，就这样定下来了。纪年、国都、国徽、国旗，交由大会讨论。下面，请各位就国歌问题发表一下意见。我赞成周公的建议，就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好了。哎，我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啊，请各位讲。只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是不是一定要改？有人说这句话过时了，我倒以为不改也罢。修改的这些词，恕我直言，都没有原词那么贴切呀。是啊，这首歌不是编出来写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呼喊呢，一唱就让你动感情，七改八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完美的建筑怎么可以去动它呢？这首歌要么不用，要么就原词不动。本小组意见完全一致，是不是请毛先生讲一讲？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不能说是过时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吗？就是将来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在西柏坡二中全会上，我讲了，如果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不能取得确实的成绩，使人民生活有改善，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当今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的地位上，也就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提醒一下有好处啊。